你是新人啊，哦，比较啊，不晓讲话啊，啊，那甲讲啊，毋捌吃过麦，啊，即个较紧张哦，啊，什么真正是姓什么啊你？姓卢。姓卢。卢女。哎呀，姓吕，我只姓吕。你到底认识阿三多久了？我跟他乱鬼写，你。我要姓吕啦。我们话，哎呀，我们要姓卢哦。姓卢。卢，我阿公名是 L O O。卢啊，变起来是 007。对，今天第一次真正站在舞台，好不好？我不用压力，不用压力哦，不用压力，自然的唱。因为我们的天瑞的老板，我今天本来要有事情要去开会，要去赌场开会，我叫他留住听你的声音，连我也调度两三个台主来听你的声音，我也没以为你知道，真的。我现在给你压力，好不好？委派应该是也喊。曹出派前来，曹出派出来就放瓜了，没有？开始放瓜了，会红。你帮我放瓜了。没有，你敢敢可以两地放出来更好。对，你敢被倒水。哎因为漂亮大都是我全部拿去牙龙赚的，好好的唱啊，这个是一个机会啊，因为机会有一次两次，绝对没有第三次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用风中的玫瑰啊，明白？你要求玫瑰？没有，这个倒霉，我们再也唱不下去了。
随便的话。